谢谢。交给你了。好，请问一下，这个晚会站要买票吗？要。要啊！哎呦喂！唱新歌是不是？哦，感同身受，可以感同身受唱。可是有些歌唱怕，其实比较不好听。你要听新，不是想说唱一首旧歌哎？要唱《残酷月光》。那我怎么能唱？谢谢。反正其实我当然没事啊，就是上电台而已。好，我们来唱。快乐啊，吃宵夜。
见好就收，我走了，谢谢各位同学。